嗨，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台正敲，在这里呢，祝福大家情人节快乐、甜蜜、愉快。今天呢，同时也是 Kiss Radio 的20周年庆，也是20岁的生日。这边呢，祝福 Kiss Radio 生日快乐，永远带给所有的广大的听众朋友很多甜蜜、浪漫的好歌，祝福你们。